在越剧艺术流派纷呈的百花园中，金采峰创造的京派艺术宛如一只淡雅高洁的梅花，以其独有的魅力备受观众喜爱。尤其是时而柔软委婉，时而激昂奋起的京派唱腔。风尘了。
金采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表现出了一个大家闺秀在种种矛盾心理下的娇柔无措和惊慌。让我们走进九零后的舞台，感受他们不一样的青春演绎。
大家好，我是绍兴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副派花旦孙琴飞。我喜欢在美美的舞台上唱着美美的故事，但是台上美美的几分钟都要用自己在台下一次又一次用汗水湿透衣被换来的。因为喜欢，所以一切都值得。现在的任务呢，就是向老师和师姐们学习，通过努力学习，让自己的各方面能更进一步。将来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也希望有属于我自己的角色，在越剧艺术这幅美丽的画卷上留下一笔属于我的色彩。粉墨新生代，风从东方来，我是孙琴飞。